这个是循环通，五号棒接的是相关联的，就是同一个开关，它这个阀门就打开，啊，这是15，这是五号棒，五号棒打开这个锅底的阀门打开，啊，然后第一是出料口，但是不能开水会出来，我试过了，啊，这个二是循环口。 循环口它跟这个也是互联的，它自动打开的。嗯，这个是清洗口，清洗口是手动的，这个打开要必须开这个，它才可以清洗，是吧？这个是抽真空，抽真空压力在这里。它要如果那个的话，我可以试一下，它如果放一下真空的话。 它这个要关掉的，啊，但是它抽真空继续达到你想要的量，它抽到0.08的时候，它就会跳了。它抽到0.08的时候，它就会跳了。嗯，这个是出料口，啊，这个备用口，这个是呼吸阀，这是进料口，这是香料口。这几个阀门打开的时候，如果抽真空，它会自动关闭的，啊，整个都关闭掉，啊，现在等于是加热。 加热它有一个排污放空，要把里面的那个水排污掉，它才可以打开。它有一个时间设定，你什么，比如讲，假如5分钟放完，那你就设置5分钟时间。它这里有一个设置时间的啊，在这里。然后这样是排污放空，手动也可以先点动它排污放空。 这个是冷静冷却。 基本上就没了。像这个设置的话，像这个你后面一定会有水。